家好呀。昨天晚上我表哥到的时候，我正要准备开始直播呢，就是差不多5点多的时候到的嘛。我6点开始直播，然后直播到11点，晚上就没能见。然后今天现在过来买上了东西，那表哥也好不容易来一次嘛，就啊我妹妹呀他们都过来了，待会儿我爸爸也到，爸爸是有事儿。表哥可能这次就住个3-4天吧。我那个干大脚干大脚那那的就看你心哪有心研究完了